创作生涯将近40年的台湾中生代艺术家杨茂林，热衷将卡通漫画角色像是无敌铁金刚、海绵宝宝等等，跟台湾的宗教文化融合，做成宛如神佛的大型雕塑。暌违4年，他发表全新个展，这次他要结合绿野仙踪还有深海鱼类，把自己比喻为陶乐斯，跟着作品进行一场找寻自我的冒险。张大嘴巴的深海布袋鳗，额头突出的哥布林鲨鱼，弯曲着身体向前，散发出幽幽光芒。水纹光影让展场像是深海世界。仔细看看这些大眼深海鱼，身上载着袭人、稻草人、狮子，还有一位小女孩。我常常想，有一阵子我都认为我是陶乐斯啊，因为他乐观、健全、快乐，又勇于助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勇敢。又喜欢冒险这样，所以我就用这个题材来做我的要寻找曼陀的一个，就以艺术之名的一个创作这样。创作近40年的艺术家杨茂林，从90年代开始热衷将影响台湾人的欧美和日系卡通漫画，结合台湾宗教文化，把众人的儿时记忆转化成形。像卡漫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个吉祥兽啊，那个招呼兽啊，他的那个保护灵啊，在漫画里面常常这些东西会出现的嘛。平常这只深海蚂蚁，它平时是一只蚂蚁，但是呢，它是食蚁人的，所以呢，哪一天食蚁人需要它的时候呢，招呼一声，它就游过来了，那就变成它的坐骑。从油画创作到大型雕塑，杨茂林的作品随着年纪一件比一件厚重繁复。其实做作品本身的过程是很繁重，尤其是做雕塑是很吃力、很辛苦的。但是你要做你高兴的时候，你就会忘记了，忘记那种辛苦吃力。每一只深海鱼本身都会发光，各种发光，发光都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是不让它会发光的话，就是一定失去的那种趣味性，有一种很温润的感觉，所以我就选择用琉璃来让发光。从小就被深海鱼独特的模样吸引，杨茂林延续10几年的卡曼题材，吸睛却是要你看见他巧巧偷渡的艺术精神。其实卡曼能够变成里面是一个小小的。比如说以这件作品来讲，对不对？卡梅就这么短一点，它不是变成主角了，它变成配角了，这样。所以你要寻找曼陀罗，精神层面来讲，它就是真理的所在的意思。不断挑战新媒材，杨茂林将继续带领大家遨游冒险世界，找寻自我。